完了，我爸说这周末让咱们回家吃饭。好啊，周末刚好没安排。这可是见家长，你不紧张吗？我不紧张。我紧张，不行，我要跟他说推掉这顿饭。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。咱们又不是做贼，怕什么？哎，我就……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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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徐佳秋。陆架子啊！你俩在这干嘛呢？在这我楼下碰见了，一起上楼。啊，对。嗯。哦，那还等什么？上楼吧。走走走走。陆佳，你身上怎么这么香？吃火锅了？嗯，是啊。你还真爱吃火锅。你身上的味道跟陆佳身上的味道一样，你也吃火锅了？哎，你说这火锅味传染性还挺强啊！我们刚走两步就传染上了。哎，杨洋，你身上也有火锅味？有吗？嗯。我怎么没闻出来？有。你又不住这儿，你这么晚来干嘛呀？我来找杰尼斯打游戏啊。又打游戏，又要通宵。周末不务正业，知道吗？你工作的时候都没这么大积极性。今天回去，不许玩。不是，现在又不是工作时间，玩不玩游戏是我的自由啊。你忘了你爸怎么把你托付给我的？我还算你半个江湖人呢。陆佳还在这儿，你说这都几百年前的事儿了。我答应你爸就得做到。你要是不想离开沃亚，继承你的家业，就得听我的。你，不能让他进你家门。走。我，哎，想想你爸。我爸还活着呢，怎么说的跟临终托孤一样？我跟你说，在我们家我是老大，所以你不要怕，不要怕，相信我，没事的，不要怕。陆佳。没事，你别紧张。你的安全带。爸，我们回来了。哎，好。哎，陆主任，我帮你。不用不用。哎，你们赶紧坐，我马上就来。嗯。去吧。之前也没见你对我爸这么怂啊。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呀。哎呦，这么多快递啊，我爸一会儿肯定又要叨叨我乱花钱了。那你就说男朋友买的。哎嘿，来了。哎，小徐啊，难得你今天来呀，我特别高兴，咱们喝点小酒。哎，行。爸，我们可是孩子呢，喝不了这么多。哎呀，喝不多还喝不少吗？少喝点。那我陪你喝点。哎，好！看我爸这架势，今天要把你灌多。没事。哎，我来。好。哎。哎呦，坏了，还缺一个下酒菜呢。佳佳，那你跑一趟呗。我去哪儿买啊？你要什么，我给你点就行。幸福大街八号的酱鸭舌，人家外卖不给送。幸福大街八号，这太远了吧？我来回得一个半小时呢。哎呀。那你老爸就喜欢吃这口，你就体谅一下老爸呗，好吧？那还是我……别，你是客人。对对对，你坐你坐。我去。好好。那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哎，不许先喝酒，等鸭舌。是是，行。那你注意安全啊！啊，快去快回啊！嗯。哎，小雪啊，鸭舌到之前，咱们两个人先来一杯热热身。啊。哎，酒还
行吧？哎，可以，慢慢喝啊。行，不过还有。好。来，干杯！啊！哎，对了，小雪，你属什么的呀？我属猴的。哎呦，这太巧了，我也属猴的。来，俩猴喝一个。OK， 我给您倒。哎，这这整整。这身体素质就是好，你看你喝这么多酒都不上脸，我哪行啊？我没有陆主任您身体好，哎，我就是不上脸。其实我再喝就多了。哎呀，你就别客气了，这酒都是练出来的啊，尤其年轻人一定得多练。来来，再练一个，来，来，好，练啊，小雪同学。在学校，哎，你是让老师最省心的一个学生。哎，你看我，抓到别人啊，他们一抓，他们都十次八次的，但是你基本上没抓到。陆主任管教的好。可是我也抓到过你两回。你等我想想啊。想起来了，第一次是在7年前，啊，我抓到你跟一个叫杨山妮的女学生在小树林约会。这第二次是7年后，我抓到你和我女儿又是约会。这要是第三次让我抓到。会不会还是约会？不会不会。嗯，事不过三，这本来第一次他就是个误会。误会？合着我抓错了？啊，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我第二次被您抓，就是为了跟佳佳解释，第一次为什么被抓。行了，等第一次、第二次了，你解释清楚没有？我解释清楚了。啊，那得。既然你解释清楚，我也就不跟你计较了啊。但是，如果你以后再让我抓住跟别的女孩子，别说我对你不客气。不会不会，这个我敢保证。我敬你一杯，爸。哎，大柱，在没签字画押之前，我不认你这女婿。嗯。你等着，我就给你拿个东西啊。来到这儿来，拿着酒。这个你能做几条？女婿10条。嗯。一，有自己的事业，做一个负责任的男人。乌鸦创始人还行吧？凑吧。啊。二，陆家喜欢你，不等于我喜欢你。陆家不喜欢你，我肯定不喜欢你。那您是喜欢还是不喜欢？佳佳是第一位的啊。对，
三，教导主任的眼睛是火眼金睛，可不是摆设。我会替佳佳盯着你的。四，别想骗佳佳，我什么都知道。五，陆主任可不是好惹的，敢伤害佳佳，你看着办。我不会的。六，她是我的公主，不是你的保姆。她也是我的公主。七，我的钱以后是我女儿的，你的也是。八，女孩子都缺乏安全感，别让我女儿找不到你。九，锻炼好身体，一辈子保护她。十，虽然我做不到了，但你别把她一个人留在这个世上。我不会留下她一个人的。好，这协议啊，我不是让你这个签不平等条约，我的意思就是你得对我女儿好点。我明白，您怕陆家受委屈。啊，别光嘴上说啊啊，说到做到。对，其实就是没这个约定，我也会对陆家好的。嗯，我从高中的时候就看上他了，对，就认定他了。嗯，我很珍惜他。你说什么？你高中的时候你就盯上我女儿了你啊？没有。没有，你说实话，有没有？有，但我当时没别的想法，我就是见他开心，我也开心。嘴还挺甜。得，签完了吗？签完了。把这协议说好了啊。哎，齐了，接着喝，倒上。嗯。喂，爸，这家店关门了，搬家了，我要不去买别家吧？哦，那你赶紧回来吧，我现在又不想吃了。你不想吃了？赶紧回来吧，再不回来，徐家就让我给换趴下了。啊，徐家修，喂，爸。哎呀。